希望他们能够加油。非常高兴能够到布农族的轮山部落，希望在原乡啊，我们这个一直强调三生啊，就是生活、生产跟生态在一起发展，把原乡重新复苏，让年轻人重新回来。从农业的面向来看，我们花东要发展农业，我们强调的重点是无毒有机，让我们整个啊这种有机农业啊能够在这边作为一个出发的起点，能够将来普及到台湾各地区。我来这边实际上是来表达对大家感激的意思啊，也对大家表示鼓励的意思啊，让我们一起努力。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